是属于家中混混沌沌站着亦做梦朝早七点钟起身翻工而你我我也有一些美梦未发生想找到半秒感动一丝倦容天黑黑一早起身翻工发觉你太乱世界太动朝朝七点赶车赶翻我有数百个钟都不够用，梦太多，别说穿，别碰，不该倦容。如何去维持自信？光阴根本不多，为何头越来越痛？明未够彼此好好珍惜，怎么学习放松？如果有礼物奖金，请给我突然命中，可惜这一秒钟。一瞬间越挫越有数百个钟都不够用，梦太多，让我太。